下礼拜谁有世界杯哦，突然太假，奥林匹克大拼六。就是今年的奥运是在巴西里约办，而且这一次是南美洲第一次办奥运。哇，很难得哎，我们还可以一起来参与。练那个东西真的，那个力气真的需要很大，就是臂力和腹部的力气。